不，你怎么跟人没人说的？你跟人没人说，你1米7，90斤，你真是小王八插鸡毛掸子，搁那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没错呀，我确实1米7呀、啊。那90斤呢？你别在那厕所里挂绣球，臭美了！哎呦我的妈！人小伙告诉你，人家小伙说了，看你照片不像啊，跟没人要求了，让你录个视频，这个我看你咋办吧。不就是录个视频吗？我现场给他称，今天是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他们道高一尺，我魔高一丈，看看，就把这个秤吧这么一提，这还不想称多少斤称多少斤呢？这双脚离地了，病毒就关闭了，聪明的智商不又占领高地了。东北老妈对女儿名场面 top 一，快吃吧，我走了，我跟我朋友逛商场去。你最近这收入都靠退货支撑了，你还逛啥呀？干逛不让啊？干逛有啥意思啊？还得逛青楼，你都不如去公园看会耍猴。人家都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你是钱不知所去，说没就没。我发不了财，有没有可能是我天天出去上班，财神爷来敲门，我没搁家的事呢？去年封控，财神爷来找你了吗？也封家里了，出不来。虽然我现在混的不好，但是我以后肯定能成功。是下载成功啊，还是登录成功啊？为啥你和我爸那么瘦，我却是个小胖子呢？天天过着八戒的生活，还想要悟空的身材？那我还不减了你？我这叫圆脸七分彩，不富也镇宅。像我这种漂亮小姐姐，没有点体重，我能压得住我这美啊？对对对，人家是公主，在等自己的骑士。你是天天吃不饱，在等自己的外卖骑手。起码我还有人等。Top 三，我要是脱生在古代，我绝对是个王公贵族。可北歹那天天白日做梦了。哎，你要脱成个叫花子，你也是个贵族。瞧不起我，明天我就是找工作，我找一个能让人翻身的工作。啥工作呀？搓澡啊？Top 四，你给我拿5片干草片。5片咋的？顶上写说让吃几片，2片到4片啊？那你给我吃5片干啥呀？那体格那么大不抗药吗？我吃8片了，我都没咋地，我现在活蹦蹦的呢，还计较那1片2片？你撸串咋能撸他妈50串子呢？说那有啥用？你咋少撸2串子呢？快吃得了，跟老牛似的，身体没事啊，要不死。你们别说那个5片的，15片都搬不倒，吃吧。我发网上让网友谴责你。我怕那事儿谴责我，少谴责我了，谴责我的人多了，算老几？挑谱，这大白天你拉什么窗帘啊，老啊，这么一股狗味儿屋里头，你不不让养狗吗？哪来的狗味儿呢？单身狗味儿。哎呦，我就我气的，我一口气儿差点没上来。不是我催你婚，是该到什么年龄就干什么事儿。那18岁该上大学了，20岁该结婚了，30岁该生孩子了，难道80岁就该死吗？没有什么年龄该做的事，只有想做的事儿。我现在就想挣钱。你一天挣钱如便秘，花钱如垃圾，哎，让你憋都憋不住。你挣钱干啥呀？我挣钱，我挣钱，我找爷们儿。天下有多大？差不了。哎，你这参加婚礼回来，看人家成双成对的，你有什么感想没呀？什么感想？我挺感想的呀。我是不合计以后不结婚了，完事儿把你和我爸给我准备嫁妆钱留着，以后自己开养老院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敢不敢想的再大胆一点儿？你想没想过？哎，你妈会把你赶走啊？不是嘛？主要现在这结婚也太难了。我今天一参加完婚礼，那新郎上来就给跳一段拉丁舞，完新娘搁底下给拉小提琴。你说我以后要是搞对象结婚了，我给大家伙儿表演啥呀？不，你也有才艺，你给大家表演左转弯，打右转向灯，打右转向灯呢，扒了雨刷器，倒车入库呢，大草坪。除了教练车，别的车不会开，这不都是你才艺吗？别提了，我当时我就应该给教练车买下来。不，你应该连教练一起买回来。省得没人坐副驾驶给你踩刹车。Top 七，有那种天天啥也不用干，躺着就能领工资的活吗？有啊，真的有啥活啊？你去许愿池里当王八呗。你别笑。那我背个壳染个色儿，我可就去了。你可别在那光屁股拉磨转圈丢人了。Top 八，
婚姻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婚姻它就不是东西。那是啥呀？它是南北，南面是贫僧，北面是贫尼，中间夹个你。那婚姻有奈吗？奈都不奈呀。咋的？还有奈呢？爸这心肝脾胃肾呢，让你妈给我霍霍着，稀碎呀。婚姻同屋不同房，同房不同床，同床不同被，同被背靠背。要问为啥这么碎？为啥呀？双方全疲惫。不是爸开玩笑。那是啥呀？天下夫妻都是这一套。不是爸，那你说我瞅着他们结婚都挺好的呀。哎呀，咋的了呀？那都是装的，谁家锅底没有灰呀？他吃黄连告诉你啊。咋的？都打碎牙往肚里咽的。婚姻这么惨吗？爸回头一看挺甜。整整的挺好。Top 九，妈你知道吗，在每句话后面加个呢就会显得特别亲切可爱。你对象呢？真想不通为什么我找对象是这么费劲。很多事想不通，照照镜子就懂了。老嫌弃我干啥呀？我不就是感情路不怎么顺吗？多顺呢，一路上都没什么人。一个人吃饭能觉得孤单，但一个人吃零食就不会。现在有时候吃饱了趁我们才睡上。对，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压根吃不饱。别人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你是千挑万选啥啥都吃。一样，你去相个亲，冬天嫌冷，夏天嫌热的，咋的？春夏秋冬都不能错，没有你喜欢的季节呀。Top 十，你也查车辆，哼，二十多岁没对象。那谈恋爱有啥好的？不就图个伤心，图个难过，图个分手那两天不饿吗？你先找个对象再说吧，真要是不饿的话那还好了。你我的真命天子他还在路上、你是唐僧啊，找个对象还九九八十一难。